启刚呢日出席儿童跳沙袋比赛，仲带埋仔仔霍中熙参赛添。仔仔除咗遗传妈咪郭晶晶嘅运动细胞之外，仲有强烈嘅好胜心。三 K 马拉松，佢嗰时佢做三岁几，佢话我唔停得落嚟噶，我停落嚟就会输啦咁样。咁咧绝对有佢妈妈嗰种拼搏精神。头先都系佢都系抱住一种要赢嘅心态去参赛。除了运动之外，霍启刚都很重视亲子互动的。前排他们还一家人去了插秧添。是啊，其实都很特别，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报道都说，都不知道香港原来有田的，可以跟小朋友去有这样的一个感受。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一个经验，但是其实不是说只一定要种田或者出来做运动，哪怕在这个公园跑跑一个晏昼，哪怕抽出半个钟头，每天一个钟头早少少翻屋企陪屋企人食饭，即系呢啲系好少嘅举动咯，即系所以呢个尽量可以做，其实累积落嚟都系时间，可以睇翻回想翻系好宝贵嘅时间。